自绝于天，我们欲云集天下豪雄，恭行天罚，解封神榜之号令，惩戒那些勾结商纣的先到萧小。祝丞相开罚！ 先之余烈，承禀上苍之谕，辅佐应郡亲王。我们不再被放逐，我们将放逐商纣王。 如果众仙神力封印失败，就毁掉封神台。是，吾王。江丞相，一切都已准备妥当，可否？他怎么来了？岁在春火，月在天司。 此乃受命于天的使臣，成败在此一举。鸿蒙初判，方惧圣明，人心浩劫，黎民天地，烟灭神风，以昭太平。 师兄，好久不见。沈公豹，你对我们周人欠下的血债，该还了。 贵为商朝的国师，这份天命应该由我来保管。商纣无道，师尊令我带封神榜下凡，只为辅佐应御新王。我赞成解开榜上的封印，但不是由你。 不是在这儿，蒋榜。
陛下，我要封神台，保护好封神榜。 封神之姓名，据迷封无影，死后见明。诚如师尊所言，道友们就此留步吧。速派斥候，追查敌人下落，是。
我们已经打响了，小夫，这场仗我们如何才能打赢？ 江丞相所言不虚，杨戬先人果然神通广大。师叔在哪儿？你不会是来教训他的吧？还有你们这妄言天命的人！那你该早点来，我们已经被你另一个师叔给教训过了。这些人都是被神功暴所伤。 还有很多将士的遗骸已经找不到了，师叔真不应该启动封神榜，稍有不慎，牵连的就是无数仙人呐！不开启封神榜，我们没有胜算。神功豹在挑起人仙之间的战争，在人间。 能做成伐纣大事，你就是百姓们心中的英雄。 我相信他们还会为你重修一座庙。和你们一起？得了吧，我喜欢单干。陈塘关之事错不在你，百姓们之所以供奉你，是因为相信你会将他们从困苦中拯救出来。但是，你一个人势单力薄。 我脾气很怪的，到时候你别后悔。
是因我军中有先道者助阵，平乱西岐，指日可待呀，大王。说得好。你醒了，丞相说你会好起来的。我控制不了我自己，就在我的身体里，就在灵魂幡触不到我的时候，我整个人都混乱了，他把我的脑子都给填满了。你知道被击垮的感觉吗？谁都有被击垮的时候。你现在要做的是振作起来。我们面临着一场恶战。不，我没有办法控制两个自己啊！我没有办法控制两个自己。总会找到方法。可找到办法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不能让将士们陪我去冒险。你甘心吗？你当年修仙悟道，不就是为了在乱世中成就一番作为吗？你若是还有点从前的气概，拿出来证明给我们看，别让身边关心你的人蒙羞。有多少将士被我……不是你的错，申公豹干的。要阻止姜子牙解开封印呢？元始天尊让他修建封神台，不仅是为了解开封印，更是要借此台封印人间诸仙的法力。可封神台被毁了，怎么解开封神榜？留魂幡会指引你解开封印，完成我们的使命。然后该是你兑现承诺的时候了，让我看看你的门下是否真如你吹嘘的那样，所向披靡，助我统领人间。元始天尊都瞧不上的货色，也配对我的门人评头论足？别忘了，在我的使命完成之前，你们都还得困在这碧游宫里。不过你就不担心这封印解开后你剥夺仙力的是你们？怕什么？行劫灭尘。西岐就一起患难过来的，总得让他入土为安。
是为我们好，是顾全我军大局。天华，我知道，若不是杨戬先人，这边我们可能伤亡更多。陛下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相信这个家伙。难道我们的命运一定……邓将军，你不必多说了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先父当年被商军困于青龙关时，他一直满怀期待，向仙道者们求救。可直到最后一刻，一个施予援手的人都没有。我也没有选择。申公豹是商纣的国师，必定会招募仙道者们为商朝效力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这场战争中，仙界只会在两个阵营里做出选择，我们的和对抗我们的。可他申公豹打的是我军的旗号，四处烧杀抢掠，或许在百姓看来，戕害凡人的反倒是我们。只求问心无愧就好。我们每拿下一座关，就要对这座关楼后的百姓负责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。派杜良军给镇中的百姓分点吃的，令全军务必不得惊扰。是。邓将军，盯着他的一举一动。黄将军，黄将军，我听丞相说你闭关修炼60年。九转元功会让人驻颜不老，或许看上去会有些不一样。这么说，你修炼的是驻颜术喽？并不是啊。不仅仅是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该这么对我们同胞的遗体。战死沙场的将士应该受到尊重。听话，走了。哎，没事吧？对不起。你不就是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仙人门下的弟子啊？正是在下。哎，不必客气。你就只听说这个？不然还有呢？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我问你件事啊。啊。他好像对我有点抵触啊。哦，他呀，他不只是对你。还有谁啊？丞相，中军要务实属机密，怎能让仙人参与？我军的斥候一直在追踪申公豹的行踪。他们应该是在这里，真寻城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是夏朝的都城，现在也是一片废墟了。500年前，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王，在那里打败了拥有100名仙人庇护的夏王杰。就凭一帮凡人？没错，就凭一帮凡人，这是事实。当时成汤王的丞相伊尹，奉天受命，就带着封神榜下得凡间，而伊尹在那场战役后就地将封神榜封印至今。而申公豹应该是找到了在那里解开封印的方法，现在到诸位各显神通的时候了。
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什么天命？靠的就是对仙人的屠戮，才赢得了天下。姜子牙和他的主子，想做的也无非就是这点够的。凡间的事我管不了，我只希望把封神榜重归天界。是。看来我要知道的还真不少啊。让你们醒悟吗？所谓封神，就是将仙人献祭，换来凡人的安宁。投降，投降，投降的应该是你们，都好好看看吧，啊！封神榜的封印已经被解开，只要我打开它，这中原大地上就会有无数的仙人。被献祭了，要不要看看这榜上有没有你们几个？不要。够唬人的。你就是哪吒吧？甭套近乎，我不跟一个三眼哥还有凡人作对，本仙独来独往。土行孙师爷，告辞。他也是仙道者，管他呢，反正是个搅局的。我们是不是该……该想想如何去追击他呢？我还需要再酝酿一下，酝酿一下。谁派你来的？封神榜派我来的，我已经盯他很久了。如果你要是不交出来，你老子半步都不挪。哎呀！啊！
大爷，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耍杂技。不是，我平生最讨厌别人骂我矮了。我什么时候骂你矮了？现在不就说了吗？啊！呀！到底什么来头？我听说西岐有难，哼，特来斩奸除。有话好好说，行不行？嗨，我拿封神榜换点钱。原来是为了钱。好，咱们心平气和的慢慢说。哎，人家境界比你高太多了。哎，我从来不觉得为了钱就能把人矮化呀。哎，都说你矮了，能忍吗？不是，你俩故意的是吧？打完了，这是？你很欣赏他们吧，师兄？你们不该给我关在这儿。这是一种羞辱。看见他们几个，让老夫想起我年轻的时候。哼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你年轻的时候，连他们半点都不如。嘿嘿，这老头给我直白，我喜欢。为什么解开榜上的封印，还是没有仙人被封神？你仙术是很了得，但是你并没有参透天命的根骨。别故弄玄虚了，我比你清楚，封神榜帮不了仙人一分一毫，只能让凡人骑到我们头上作威作福。哎呀，别理那疯子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该开饭了呀？哎，关于申公豹，你还知道什么？我听说截教以封神榜作为条件，在背后支持他搞事，做我们这行的就靠消息灵通。哎，请问你是做哪一行的？法宝品业收藏啊。哼，毛贼！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金盆洗手啊。你是该去洗洗手了。行吧。要请得截教下凡，他还需要打开一条人间与仙界的通道，这或许就是他和商王后妲己沆瀣一气的原因。难道申公豹用法术控制住了妲己？那可不好说啊，也许他对申公豹使了美人计呢。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仅凭解开封神榜的封印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。有这六魂幡就可以，
那是截教掌门人通天教主的法宝，建立祭坛并以他为索引，再借助解开封印的封神榜，就能打开通天门，让人仙两界横行无阻。这难道就是他们抢榜的理由？这不一定是他们的目的，有史以来截教收徒都是有教无类，他们若是觊觎这人间，则必生祸端。毁了他不就好了？等等，我也去。哎，你若想加入我们，一些旧习恐怕得改改。呀，这东西怎么在我怀里啊？这宝贝也太神奇了啊！你会变身啊，就是那种彻底释放的变身。要不你变一个，说不定就能把它破坏掉。我看还是不了。不行，可是我不毁掉它，它就会毁掉我。哎，你平时都是怎么变身的？是打一架，还是受伤？哎，你放心啊，我保证不会伤害到你的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疯了！还是说你只有受伤才行啊？别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，无意冒犯。太小心了，三眼哥，做人嘛，就该坦荡点。你不是该认真一点吗？我没有吗？你就没有想过姜子牙为什么现在才叫我们过来？我可是自愿来的。瞧瞧他那正义凛然的样子，你以为你这样人类就会感恩戴德的供奉你了？总比没有人供奉强。你呀，真是从来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凡人会尊重你。要不要看看谁更厉害？只有让凡人骑到我们头上。申公豹对姜子牙所说的这些绝对不是随口说说而已。那还有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？我跟他是修仙修傻了。哎呀，别管这破玩意儿了，咱们直接飞去昭歌城把庄端了，封神榜的事儿不就结了吗？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只有伤害自己才能够得到力量，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有长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有粮食了，哎，放粮了。把这些粮草搬过去。
这是抓住申公豹的酬劳。嗨，那么客气干嘛呀？那我就……我没那么客气。拿了钱你得帮我们。拿过来吧你！你还要给我三袋子哦。赚钱的胆儿倒是有，就不知道像这种边角料的仙人，有没有这花钱的命。哎，你误会了啊！我知道你们在西岐捣鼓什么，你们不就想封印仙人法力吗？不过我要是说漏了嘴，哎，可没有仙人会帮你们。嗯，仙人的名声都是被你这种家伙走进的。仙人的名声跟你一样，都不值钱。哎，但为了你呀，我可以少要一袋子哦。六魂幡毁掉了吗？你先把封印台的事解释清楚。对啊，师叔，我们是不是该坦诚相待一些？封神榜就知道封神榜的威力了。这只是第一步，修起好的封神台是可以操纵封神榜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凡间的仙人的法力都会被剥夺掉。仙道之辈在人间胡作非为，这是你们该付出的代价。一年前，申公豹破坏了人仙的契约，以仙道者协助无道纣王镇压百姓和反抗的诸侯大军。如果我们不打开封神榜，就没有办法压制申公豹的仙道者。若不这样，我们难有胜算。可是为了伐纣成功，你就能那么自私了吗？哎，他说这种鬼话你也信啊？就是啊。那就问问那些死去的将士。仙要是没了法术，法宝也成了破烂了。要不你们跟着我，咱们去找点法宝，挣点钱去。难怪你对封神榜那么热衷，你跟他倒是志同道合的。乌合之众，丞相，哪吒，你只在糊弄我们。你脾气倒是真有些怪。我数三下，放下武器。三一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买散了，交情还在，交情还在。大是大非，我们仙凡有别。哎，外面有动静。救我！
弑君！第一次被人仰着头看吧。我呸！妈！就你这脑子，只配做个贼！别动他！你助纣为虐，不配成为先人！黄天化，黄天化！你们才是虐！女王曾是民心所向，没想到却滥用仙道邪术。伤及无辜百姓，有违天命。就算商朝灭亡，百姓也不会臣服于他了。不管你有什么卑劣的手段，我们凡人是不会屈服的。黄天化，不会屈服，整个凡间都得屈服于我。可惜你是看不到的。来了吧。
电话。黄天华！天华一直相信，相夫召集的仙人会帮我们一起结束这个混乱的时代，但是他最终没有等到。陛下，你相信吗？还有家眷吗？没有。听说他爹曾是周军的一员大将，之前也是在战场上牺牲的。为了什么都不惜战死呢？他们为的是一份信念，渴望得到的是一个和平的时代。可就为了打倒一个人，死那么多人值得吗？为了这份信念，值得。可是，或许我们赢不了了。我看未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
申公豹为什么要在真巡城被我们抓？他是为了要击败我们，让所有人都恨我们。结果他成功了。不，他没有成功，他还差一步。通天门，先导者们皆已离开军营，找到申公豹了，是潼关城的方向。陛下，老臣提议速令全军人马马上拔营，征伐朝歌。你比坊间说的要聪明点。是你们太蠢了。哼，截教大军就要来了，人间就都是我的了。啊，你竟然真的以为一个莲藕会有魂魄？人间交给你，我可不放心。从此以后，凡人就懂得什么叫敬畏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万仙阵，万仙阵，天命预言的劫难终究来了。
能再晚点了。在一起，生存制胜。死亡之鞭。完了，这阵以两仪为本，华而生相，相生无穷。到后来，整个人间都要被吞进去了。就挨个去对付守阵者，不能让阵法继续扩散下去。他们不会给我们破阵时间的。怎么打啊，杨戬？我们团队合作，在通天门还没关闭之前，哪吒，你负责东南面阵营；雷震子，你负责西北面阵营；土行孙，作为机动，要是再有凶兽出现的话，记得把他牵制住。我和邓将军负责地面阵营，还有保护百姓。嗯。哎，等会儿。
为什么是我去吸引凶兽啊？富贵险中求嘛，险中求。大家各司其职，找到机会毁掉通天门。神归位是因劫难所致，一味的退让换不来凡人的感恩戴德，倒不如洗净这个没有信仰的世界。你把一切都毁了，我怎么称王？你不是承诺过把人间给我吗？等我毁了以后就给你。没有清洗过的世界，给我吧！两个不都去往奴才了？你们这些仙人就这么躲在人间的吗？这里不是什么人间，这里是我们的家，谁也不能把它毁了。对，放下！这是我们的家，谁的奴才我们都不做了。Come on!
蠢女人。这群贱民，贱民！将士，还有黄天化将军，且慢，邓将军，我有击退截教的方法。说，给我。得胜，仙人还是挺好当的嘛。棋牌得胜，浅薄自大的凡人，这等光荣的使命还是由我来完成吧。这孩子真是个话痨。你们这些卑微的凡人都会在我的怒火中燃烧，整个凡界都会因为我的折磨而颤抖，万物都将化为灰烬。现在凡人和神仙都太狂了。
们这些蝼蚁，没人能破坏我的计划。阿玉，仙人为何贪污凡人？因为这是我们的家。
的，就是他，多亏你吓死了，谢谢你，大英雄。哎，不客气，你把这话跟他们再说一遍就好了。哎，还有他们，想起他们，不是他们，大英雄。令尊会以你为傲，没什么好骄傲的，应该的。仙人们，这次的战争如果没有你们的话，我们是一定打不赢的。谢谢。师侄，我奉劝你还是顾全点大局，你把我关到九重天外，这封神榜也会离开人间的，到时候你怎么向武王和姜子牙交代？封神榜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不，还有最后一项。看，商纣祭祷，封神榜也已经返回天界，看来大家的心愿都已经了结了。陛下的心愿还未了结吧？和平的时代才刚刚开始。哎，阿玉，跟哥老大我的心愿也算是了结了，只是仙人们都已经离开，封神榜也已不在人间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再遇到这样的危难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到那时他们还会再回来的。这个是一份新的契约吗？这个是朋友间的一份承诺。